杨少杰。TV 一号台裁判员温龙，记录裁判员魏金亮、董春波，运动员张坤鹏、楚炳杰。下面比赛开始。张坤鹏你好，请双选手争夺开球选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楚炳杰获得开球选权。比赛开始，欢迎您通过企鹅体育平台观看2018乔氏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江西修水站16-8单败淘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庆勇。两位选手啊，一位是来自吉林的楚炳杰，就是上场冲球的这一位。对，另外一位就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坤鹏。比赛采用29局15胜16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前面咱们在以前的这个 TV 台的比赛里边啊，也是看到过这个楚炳杰和张坤鹏的一些表现。看一下张坤鹏上方14打进。因为今天的比赛开始呢都是单败淘汰了，在上一轮次也爆出了很多的冷门啊，像单宏宇啊、奚守新啊、吴振宇啊、吕鑫啊、杨帆、王云、朝鲁门、王鹏这些知名球员啊，都是相继落败被淘汰了本次分站赛。11号看角度，屏幕右边杠杆不要太低，肯定后面还是要利用9号球去争取撞一下6号。打13号低杆往回稍稍退一点点，留打9向左边角度。今天呢是本次分站赛的第8个比赛日，在之前的这些天呢，基本上江西修水都是阴雨绵绵。对，今天终于是天公作美啊，一望无云，所以整个体育场我们看到这个光线啊比之前的比赛要亮了很多。对，是这样的啊，从我出去的时候啊，感觉天儿真的不错啊。再也不用担心今天晚上洗完袜子明天不会干了。是的，
刚才张根鹏这杆呢，也是前面走的太直了，所以说搭起上屏幕左边角度呢不够，强行的去蹬了一杆。这杆长台也是非常准，但是撞到了其他球啊，这个八号也是过来了。犯规，自由球。打一叫四，白球尽量的就停在一号球附近啊，类似于这样的角度，就便于白球往下走。对，不要叫太直，哎，滑杆了。他也知道想收这个力啊。这个九号球叫黑八还是比较难啊，第一杆。横向走或者是高杆啊，走下边两到三库，非常难的一杆球，而且每一杆啊，不管这两种哪个打法，想叫到好的黑八位是不可能太轻力量的，所以要求准度是相当高。一杆这准度，哎，百步穿杨。第一局，张坤鹏胜，比分1-0。谢谢。
第二局，张鲲鹏开球。这个缝隙之中啊，右边中袋的一杆准度，这杆球肯定是要打完之后呢，尽量将十四向左边的底袋附近啊，稍稍的 K 一下。不错啊，看角度，支持向上的话，直接都可以有机会向上去调上方的十号跟十一啊，或者说有把握的话，在缝隙中间先叫一个右边十二，但这个十二号球还是，叫完了有很大可能性是向下角度，主要原因就是有黑八，还是先叫十二号。那这个位置就是两可角度了，十一、十二，如果打十二的话。简单交位可以叫十一号相反左上角底带，这是一样的，可以交位。第二局，出饼决胜，比分1-1。谢谢。第三局，出饼决开球。
强力的高杆要塞啊。确实啊，就张国鹏在比赛里边自己的一个长处是必须要发挥出来的，也就是他在中长台和半台的基本球上啊，是不能有太多的失误，或者说成功率必须很高才可以。怎么从这个角度看，这半贴过的袋口那么大啊？这就是摄像机拍过去的角度。是，镜头呢，它在这个16毫米，包括在16毫米以后广角的位置啊，它会有拉伸的效果，所以大长腿都这么拍的。对。就刚才从那个镜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球不是因为你的力大，也不是因为你加不加什么旋转，就是因为你没打准，没打准。打准了都能进。所以不要找借口，好好练就完了。没错，苏老师，您说对。是老师啊，最近，哎，身体不太好。长开荒一啊，从下边走2库上来，而且后面还是要考虑这个5号球啊，手架啊，小心。还不能说特别低的低杆啊，防止直接就 K 到了4号球身上。开始。这一 K，把过渡的桥给拆了。其实他也在想，就是不会这么巧就可以进，对吧？有时候。这个上面下来这么远距离是不太好去100%控制的特别准，大概其能顶到哪个位置已经差不多了。10秒，五、四、那么不喜欢他打球呢？那再来看一下。从下方弹底库，在我们屏幕右边去叫。
还需要再打一个下方十四啊，来过渡左边中袋的十一号球，高杆推弹一库起来，然后来回打相反的袋口。第三局出饼决胜，比分2-1。谢谢。在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也要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第四局，张坤鹏开球。高杆轻推啊，来回打啊，几个球都可以叫中袋，而且屏幕的摆球点下方的九号左边啊，后面可以衔接一个底袋。这杆球十四号有角度啊，可以直接下来，一定要控制好力量。打十五白球，看看力量。撞到一号，应该没有问题啊，还能上去。中袋没有叫好，没关系啊，右上角十一号球啊，低杆往回退一点点，十四。可以八，可以来回再打中袋。第四局出饼决胜，比分3-1。
第五局，初秉杰开球。这杆球也是非常啊强烈的一个低杆效果，想把六号球这边带开，但是啊没有带到。上方的七号球还有机会可以再进攻，看看左下方，在九号的这个左边啊，八九缝隙中间没有问题啊，刚好是够下。争取啊还是打黄一啊，黄一叫七，然后利用中带的二号球向下来去 K 六号球。从十号的左边过来啊，高杆正常推就好了。角度合适，高杆两库从下边兜，或者直接低杆往这个六号跟十五号的缝隙中间去 K 是最好的效果，两条线路啊。这杆球也是考虑很多呀，最后没有打进。长台十号，没问题。十二号有向上的角度，这杆球呢没有把握，就轻推推下啊，用左边的带口十一啊，看看能不能再去调一杆啊。有把握的话，争取打进之后，白球离上方的边库啊远一点。这样的话，在后面进攻的时候也好出杆下杆法。观众请保持安静。
没办法打，不好进攻，那就把自己球也打到对方的球附近啊，增加对方进攻的一个难度。这边来看看楚秉杰啊，14号右上角，如果能拼下，后面还有机会啊，从上往下利用左边中带的15号球，将下边的2号跟11号球带开，这杆也是比较准。那么再来一杆啊，上方12号。有把握打进啊，稍稍给点力量啊，直接来 K， 效果不错啊，准度还真的是没得说。那这样的话，现在就可以直接打11号，用一些低杆先上去，将右边的两个球打掉，然后左边中带15、8号球可以衔接一个底带。第5局，楚秉杰胜，比分4-1。第6局，张昆鹏开球。10秒。一上来前面5盘球啊，也是张昆鹏的表现不算好，然后楚秉杰抓住一些机会，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准度啊，包括一些走位，比分现在4-1。来看看这杆张昆鹏啊，7号黄一，右边中带是没有问题啊，看角度比较直，低杆往回拉。一次向下打，那么下面最关键的还是一个2号球。哟，这杆球太轻了，力量没敢发力呀。现在黄一右边中带角度是非常大。顶到11号，再过来5号这边，黑八啊，又增加难度了。强行拼2号右边的中带啊，然后看看是不是叫一个非常好的红三向下的角度，再打红三右边的底带，白球向下，争取叫到5，
或者是将八号这边解决一下。往上多推一点，留向下角度。这杆球最好的效果，单独 K 黑八 ，K 到黑八的左边包边，然后黑八也弹起来，白球也弹起来，对方十一号不动，单独再叫到五号球右边的底带，先叫一杆，那就再 K， 啊，肯定是要 K 十一的，而且最好是 K 完之后白球就要出来啊，就等于说你向后的这个低杆的低的程度啊，不要太低。刮到十一号，十一号刮到八就可以了。好球。第六局，张宏淼胜，比分2-4，开球请来。谢谢。第七局，楚秉杰开球。开球时机。长台打进，右边中带啊。下方现在这个位置，三号跟二号暂时是不能动。二号球后面打掉之后，红三右边底带肯定也是够下了。上来争取啊，先调二号球。还在看，直接够打。这个二八缝隙中间确实是很微妙啊。二号再上去啊，五号右边中带，四号球可以同时叫左上方底带啊，选择还比较多。七号够打的话，直接叫位，黄一也能靠准度啊打右上角的底带。这个效果可能要来回打了。白球向左打五的话，打四左下方，白球往右走，危险还是比较多。这一盘注定你围球是围不上了，只能是靠这准度了，纠错能力啊，把这段读过去。这个架是小一点，对，有点要叫这个十号跟九号缝隙中间意思啊。其实他完全可以再往这个左来一点，然后呢，争取让白球打完四号呢，往屏幕右边跟黄一的角度直一点，再近一点。从下面，哟，确实啊，只能叫到这儿了。
那这个黄音还是难度比较大的。还是要用低杆从右边边库弹下来啊，而且要强行的去用右塞啊，这个难度更大了。天时，掌柜。啊，这杆大力的解球是犯规了。这个球。又是楚秉杰啊，非常好的自由球机会。K8啊。后面如果有把握留十四号交位，没有的话前面找机会可以带一杆。白球有一定的静电效果啊，擦一下白球。到了一个选择啊，十号球，十四号球，啊，左边十二号肯定是没有问题啊，正常打进白球弹起来在，但是关键涉及到你后面的黑八啊，要不要去带？挺别扭的，嗯，先打进，这样的话基本上后面应该是十四号去决定这个黑八了。而且如果你用一些杆法去 K 是有很大的难度的，不能 K 太正， K 太正了八号球容易变成往屏幕的左上方去走，不然的话就是单纯的打进然后直接横向推。
还是要带。打左边包边，白球往屏幕上方去防守好了，然后将黑八向屏幕的下方的右边中央去保。做一个距离比较远的防守。就是可以换坐，没必要这么别扭啊，打包上去。八号球防到屏幕右边的边库啊，往下一点点，或者是十字跑球啊，再或者是你也有一个非常薄的一个薄球啊，但这个力量不好拿捏，容易仰到袋口。对，还是放到边库上。有这杆球算是有一定漏机会啊，并不算绝对，不算好，应该再往上一些啊，就是八号球应该再往屏幕右上方再走一些。这个位置跟前面差不多，还是可以打左边往上防。剧情又重复了，对。啊，这杆我觉得出品也肯定是争取白球往屏幕的上方放得远一点，增加一下张坤鹏的一个防守难度啊。嗯，不错啊，这杆防守难度相当高，能防成这个样子已经是非常好了，因为这个位置是没有直接翻屏幕右边中袋的位置。陈敏杰也是敲了敲球台啊，对，台球礼仪。八号球可以选择一个两库往屏幕的上方去放的位置啊，直接放，有这个球有的拼了。张坤鹏这种搏杀的这种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对，看长台啊，百步穿杨，穿了。第七局，张坤鹏胜，比分3-4。谢谢。第八局，张坤鹏台球。
这颗两分，现在3-4啊，双方差距变成一分了。单掏阶段肯定跟前面的性质是差了很多啊，大家每一杆球都是非常谨慎。对，而且这一战它关系到谁能年终排名前八。对，只有排名前八的选手呢可以不用参加我们会外赛稍后的中国区的选拔赛。没错，直接晋级年终的一个总决赛了。现在已经确认晋级到年终总决赛的中国球员是李赫文，因为他是之前美国公开赛的亚军。没错没错没错，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冠军获得这个资格，那因为波茨是咱们的这个中式台球的这个梦之队球员嘛，对，本身获得晋级名额，有这个名额，那么就顺延啊给了李赫文先生。现在我们年终这个2018赛季的排行榜啊，积分榜，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杨帆。杨帆啊，那杨帆呢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已经被淘汰了，输掉了，所以说还得再把这个比赛打完之后看看排名积分榜啊先后的变化。那么现在这些球员啊，池炳杰排在20多，他如果拿了冠军或者说走得更远一点的话，他或许有可能够到这个前八的边儿。张文鹏的排名是位列三甲，换句话说他只要打进半决赛基本上就锁定了一个前八的名额。嗯，所以每个球员都有各自的意图跟目的啊。这杆左边中带下方的13啊可以借力，9号球现在这个角度你要说翻15也不是不可能啊。嗯，还是选择把这球打掉，打掉之后还是翻中带。对，而这杆球有一个从下方可以走两库再来叫9的这样的线路。10秒，延时。好球，长台又是打进。对方要能看到2号球右边下方是可以进攻。这盘里边的3号跟黄一还好一点，但红三还是有一定难度啊，右上角的一个边库。这一 K 看效果，
可以打黄一啊，刚好是红三这个位置呢，能够把带口啊放大，也就是说单下接力都是可以的。带走，啊，这杆球啊，角度稍稍走的有点过头啊，削球变成一个大的薄球，五号这边呢，也是啊。如果说强行的打击，叫五号屏幕现在的左下方的底带，一定要叫到这个五八缝隙中间才可以。对，张空鹏也是提前啊，先预瞄一下，白球有可能还要带一些低杆反赛啊，卸力啊，不要走太远，后了，明显啊，目标球打后了。可以继续啊，利用一点点右塞轻推。确实啊，这个白球可能有点不太够。挑杆。犯规。这个球。第八局，初饼决胜，比分5-3。谢谢。第九局，初饼杰开球。
先来薄金一颗，刚好缝隙中间看到十五，但是角度向上太多，而且感觉上十四左边的底带是不一定够啊，我可能是被六号球给挡住了。够打后面可以交位，不够的话还需要 K 球。十秒，连十。看一下做十五的角度啊。嗯。看这个架势啊，是肯定要 K 了，量一下，撞四，撞十四，而且不能太轻啊，稍稍给点力量。再来看这个白球，角度啊，能不能支持让白球往上走啊？向前还是向后，肯定是要用一些比较强的旋转啊。左上方拼一杆，十二号球。还是十秒，主要原因是没有什么把握，这个球确实非常难啊。五四，过来看一看二七。就是一个自然的角度，可以传进啊，左边中带。可以的话，上手先打，有球传下之后呢，上边的二号球，哎呀，就解开了。超远距离的跳球啊，漏球二号。我这杆跳完之后下了一颗花球，嗯，多少牵制了一下一。而且前面比较好打的八号球也离库边近了。嗯。这杆都有机会过来跳一的。
再走。感觉两个人都有一些闷啊，对，打的时候虽然说出名已经领先，但还是失误比较多。从他之前上 TV 台的两次表现来看，出名杰这次发挥并不算好啊。这个角度呢，都可以直接下低杆了啊，横向走叫八号，白球尽量去贴库。够不到就加长靶。嗯。第九局，张坤捧胜，比分4-5。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比赛继续，第十局，张坤鹏开球。还是在考虑啊，如何去 K 下方的红伞啊，直接往下顶吧，就容易沉到，除非是顶的比较正啊。打二号从下往上兜，并没有 K 到薄边。双方一直打的都不流畅啊，对，比赛有些紧张的让人窒息。看第二阶段有没有一方啊能够率先的找到感觉。啊，做防守了。中带有漏球，那这盘花色还是有些难度啊。39的位置有点相贴，上方11号啊也是右上角底带给挡住了。中带先推进，15号有角度。来看一看，可以直接向下啊，将39 K 开，上方11后面用10号球去衔接一个左边的袋口啊。感觉很直啊，哦，这准度真的好啊。
这一杆就好比这个拳击里面啊，切他中路，一个刺拳，直接就正中对方面门了，这杆就真漂亮，这么远，打这么准啊！嗯，而且白球还有这个蹬杆的效果。那这杆球是相当关键了，九号还要去尝试叫十一号的左边带口。左边上方底带啊，还能拼。拼完之后还要看八号啊，八号左边中，如果有下，这杆只需要轻轻打。看有没有别的想法，借球定力啊，定位。对，也在考虑，或许这个八号在左边是中带没有，那么有可能借黄衣的左边，往屏幕的左边来去走。还是先包进。擦一下白球，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将决出本次分站赛的八强。嗯，明天呢上午是八进四，下午跟晚间将分别进行两场四进二的比赛。对，不太够。后天的下午一点半就是决赛了。十秒，延时。下方三号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动啊，因为把三号养在袋口，然后如果你看你要不要漏八，看张工作有别的想法啊，就你这么打的话，对手是有一个发力啊，去找一找运气的一个机会。张工作也明白这个道理啊，做了一个后斯诺，让你不好发力。都是有算计在里边。对，就这盘球给爱好者们的这个启发还是很多。在什么情况下势不可解的时候，我们常规思维都是想着去挡，拿目标就去挡在白球的前面，看要不要挡在后面啊，让你不好出杆，让你容易犯规，这都是办法，都是你以后在对抗或者在俱乐部会员赛，乃至你以后上更高级别的比赛，你的线路的储备。对，不然碰到这种球哎不会了。对，这个俯视角啊，可以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所有子球的分布的位置。犯规。一跟七还是没有打开啊。自由球。张国萌还可以继续来做。
这杆球也是解得非常好。第十局，出饼决胜，比分6-4。谢谢。第11局，出饼决开球。开球时机。开球时机。两次了。后面楚炳杰在开球上要非常小心，选了继续进攻。继续接到。14一打一 K， 刚好局面简单化。那么上方啊，这个15号就看角度，有机会叫12号是最好的，然后从上往下来去打。后面呢，还可以用下方的啊，摆球点附近的13号球，就是与7号啊离得比较近的那个花球，跟左边下方的9号球啊做一个衔接。看来角度不合适啊，打10号。把稍微难度一点点的啊，12号球争取先打进。啊，再用中带来衔接，肯定是要争取啊。打进中带之后呢，把右边的15号球啊，同样也打掉，不要在右边再留一颗。啊，正常直接啊，高杆。是右边的这个库边跑去交位啊，也可以走2库。啊，角度还可以。我再来调。9-13，直接走是不好走啊，需要带一个比较强的右塞啊，或者是你直接下一点点低杆叫左边中带，而且要收着力量去打，不要太重。还能打，有把握的话稍稍给点力量，白球借一下7号的上边的包边啊，底带
第十一局，张坤鹏胜，比分5-6。谢谢。第十二局，张坤鹏开球。这一盘啊，看到这个选球阶段的单色球位置啊，相对比还是好一些的。上来也开轮打四撞中袋啊，但是这杆球打完之后，上方的三颗球还是要最后啊，或者是前面啊，利用一个红三啊，尽量的去调一杆。其实可以过来看一看啊，这个五号球的右边上方底袋是不是也单独够下啊？打一过来看位置，二号还是有一点点向屏幕上方的角度，尽量打完之后呢，白球往后退，高杆出来看看位置，其实这时候可以观察一下上方的四五，尤其左边中袋是否够下。单独打六上去肯定是要调角度，看这个架势中袋应该是有的。对，没有问题啊，三叫五。五号呢，屏幕左边中袋后面如果能够打进并交到位，上方的四号球可以打左上方底袋。但是这个有这白球角度不合适啊，往前轻轻撞包边，看一下翻底，确实啊，这几杆球在最后的三个球处理上也是没有交到位。翻带，那么没有翻进这个白球放的位置左边啊，有个中带的是三号球啊，楚炳杰上手是可以进攻，但是屏幕的下方的小球队。11、12、14号是没有什么好打的带口的，最多啊可以叫到屏幕的右下方，也就打11号左边中带，争取可以有机会将这个局面打开。先来 K 一杆，看看效果，还是没办法直接进攻，最多是可以传，或者点一下14号做斯诺克。打
的不算好啊，就没有打出明朗的局面。对，这十四打过来之后，你再打后面还是要想办法。右边中袋下方找一个点啊，轻轻解，白球小心，想法非常好啊，而且也打得不错。反坐，十四，会不会继续来啊？如法炮制。没了。犯规。自由球。比赛时间已过半。角度合适啊，稍稍打十一号呢，薄一点点啊，用中杆啊，比较强的左塞呢，从右边边库往上走，左边两个中带，过中线啊，力量稍稍大一点点。然后看角度来调，九号如果向上角度比较大，还可以高杆再弹回来，比较直的话就是低杆往回退。第十二局出兵决胜，比分7-5。新锐爱跑台球智能教练，台球培训项目合伙人招募，培训教练、培训课程、培训设备、宣传招生一步到位，打破传统教练模式，手机扫码随时训练。高科技设备辅助训练，专业教练视频指导，系统化训练课程，训练数据全程记录，快速提高球技，每天2小时，3个月清牌。加盟热线18515885147。几个时间？你要开球时间2次。13局，出兵杰开球。观众请把手机调成静音。
张坤鹏也是为我们示范了啊，如何组合球进袋。嗯，两次。十号、十五都没有被牵制。对，可以打右下角啊。嗯，留一颗，调到两球中间。八号球右边中袋比较简单的。争取可以先打九啊，不好，你再调，十二号再调，你再调就角度大，啊，调上去再下来，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或者就打十二，十秒，就是打完十二呢，上去，对，再下来，打十再下来，嗯，啊，变成了一个这个，绕球台了啊，右边中袋下方，然后左塞呢一定要多一点，从一六风衣中间上去，七号球上方再弹出来，七号球。再走，看力量，太轻，看看能不能打啊，最起码还有机会可以接力啊，或者单下，想扎杆，右塞。被动了，出门接上手呢，可以打五，也可以打四。传完之后呢，白球往屏幕的右边来去跑啊，做防守。先打五，瞄五的意思就是有机会可以直接用白球撞四，四号再撞进对方袋口球，但是还是比较难。先防，看翻底，哇，这杆球虎口脱险啊！嗯，哟，这个底带力量是比较大啊。你是能明白啊，前面打的地方太闷了啊，想发泄一下这个。我打七，直接往里薄，白球向右上方去放。
这个位置呢，来看看有没有想法，直接去用一个扎杆啊，去接一杆。还是从上边啊来勾球，两库。犯规。放到这儿啊，黑白自由球有机会可以打二号的右边中袋啊，白球向下直接去 K 啊，黑八。先打二号 K 红三。这杆的敲球角度也支持啊，有机会可以去两个 K。关键还是要看一下楚秉杰啊自己的想法。退下过来，上方有六号啊，六条三中带。如果打五就是组合，但是这个位置呢，有机会 K。要不要去带一杆？不过传完之后，现在又出问题了。五号呢是有一定的难度啊，左下角地带，并且上方进攻红三同样啊有难度。十秒，延时。平下，再走。下杆啊，或者是一个加长靶，又可以走两库下来啊，嗯，走近一点。没太敢打，对。看楚秉杰这杆是勉强的，不强求啊，比如轻轻推下，留一个大角度的包八，还是要稍稍给一点点力量，低杆往回走一些。十三局，楚秉杰胜，比分8-5。谢谢。十四局，张昆鹏开球。
好球，稍稍发发力啊，找找手感，并且把前面这个比较沉闷的气氛跟状态啊向外发泄发泄。那利用一点低杆推回来，左下方八号底带，十四局张坤鹏胜，比分6-8，开球清台，谢谢。第15局，出秉杰开球。啊，出秉杰也是背负两个开球时机啊，也必须要大力炸，不能轻易的去丢掉这一分。再一个，本身两个人的分差也是比较小。是的，两分的分差，这直接要丢一分的话，变成一分了，后面很好追。在他们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两分的分差可以忽略不计啊。嗯，一接一炸的事情啊。就是顶级玩家。对。神仙打架。我们在下面看会热闹，嗯，对吧？10秒。神仙打架。我们吃瓜。单打没有，需要传，没有传进，发球再下来，看看这个位置，左边应该是看不到啊，红伞挡住了。同样啊，张坤鹏也是可以选择花色球。有这杆球，杆法控制的不好啊，本来是可以避开黑八的。高杆再过来，左边中带啊，能感觉到张坤鹏把自己进攻的节奏啊稍稍加快了一点点，而且个别球啊也会通过一些发力的方式啊找一找手感，看角度是否可以叫到下方的15号，没有问题，又是向上，要撞着2号球的边啊，再带着右塞。往上去跑，这个2号也过去，挡住了11号的一个左上角底带。嗯，有想法啊，对，有可能是帮进了，藏到9/8的上面去。继续来，嗯，这个球打得好漂亮，也是确实啊，
这个手感力度拿捏的真是刚刚好。就是顶尖级的球员的一个能力啊。张冠鹏现在的排名是位列三甲啊，终于是迫使楚炳杰犯规了啊。吃酷狗。没有，没有，过完他就停了。去吧，扎住了。楚炳杰啊，这杆球是下方七号有的薄啊，10秒，延时，没有延时，5、4、3。来看一下轻推的效果，左边这个5号啊，左下方有没有漏球？看架势好像是漏了啊。上方刚好是8个球这个位置啊，有机会可以考虑去借脚力啊，先吃库后借力，右上角，或者是帮进白球防下来，就最后打黑八的一个方式。如果是强行进攻，就是叫右边打左边的带口。4号球，不好控制力量，可以走2库交六。这样就刚好向下角度，留红三向上的位置。帮进做防守，或者吃库借力。
第十五局，出品决胜，比分9-6。谢谢。第十六局，张坤鹏开球。开球时机，重新开球，第十六局，出品决开球。
前面处理都非常好啊。就到这儿的时候，就这条线路选择还是比较多啊。但是楚炳杰有自己的想法啊，横向 K 的话刚好可以把这个对方球 K 走，然后给八号球这边让一个带口。不然的话，正常从下边去弹一库上去也是可以。天时，看跳杆，有机会能跳下，回手还能打八号。上手啊，张坤鹏左边十四，下方十五号。看师傅角度，感觉应该是比较直啊，是不太好去向上 K 九号啊。可以低杆往回退，十二也有下，哎，这个力量太轻了，肯定是想留一个十五号向上角度，用十五去 K 九号球的，打包边做防守。犯规，正确。摆中袋高杆，顶九号球。再来，利用低杆向上。到这儿的话，应该会直接往里打了啊，没有办法。特技。准啊，第十六局张坤鹏胜，比分7-9。
第十七局，楚秉杰开球。这个阶段呢，楚秉杰的一个大力开球啊，进球率还是不错的啊，这杆也是有球进。双方十三啊，带一点低杆左菜，走两库，右边有中带。上方的三颗球十五十四啊，十号球还是可以正常去交位。在屏幕右边中带下方的十二号球，后面还是需要去做一些细致的处理啊，比如说你九号球去 K， 或者单独就要近一点往下打。观众，请保持安静。这杆直接向下过渡也是没有叫好啊，右边的九号球现在看不到，再来打十五号球。继续还要往下调，右边九号有角度。稍稍带一些低杆啊，有一些左塞发力，效果不错。十七局，楚秉杰胜，比分十比七，开球进台。第十八局，张昆鹏开球。
张坤鹏这边呢也是技术型的来控制啊，开球想要球进中袋，白球控制好，但是还不算好，一直都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进球率啊。十、十五、十四，这三个就是一组。这个球得下来啊！哎，必须要调一些球啊，调一些角度，因为你下面这个小球堆难点也是有，包括上方的中袋附近也要有机会利用这个十五号球向上去带。这盘球双方的这个局面啊，还是不好。尤其形成的球队比较多，十秒，延时，8-10啊，还是11-7，这也是两分啊，正负。所以说这盘球也非常关键，也是第二阶段的最后一盘了。现在三号球是有机会啊，撞开这个六的。对，但是你撞完之后，因为六号球下边还有对方的花球，就是你要考虑这个战损比啊，可能不会有好效果。力量传导过去肯定是给第三颗了，对方花球出来了，你又在这个位置，你借力呢中袋还没有，只能去防，那你这一手防守就相当重要了，毕竟对方的一个右边的难度球被你解出来了，强拼呢下面局面还不是很开放，而且你上面又留一个单独的六号，很难受啊。今天从发挥、冲球、球运各方各面，张坤鹏都是处于这个下风啊。对，
十秒，五、四、十秒，延时，十秒，也是有意识的在控制节奏。嗯，五、长台有金控，但是风险是与这个收获啊都有的。这盘球如果能拼下啊，下方的二号球的左边的底带啊，应该九号感觉可能没太挡啊，也有机会把这个局面打开。但是如果你拼不下，同样啊，出面觉得十五号球右下角现在有了，单独九号刚好在这小球堆的附近，也可以去解决开这小球堆。所以说，风险跟收益啊都有。嗯，好球直接奔二号来了啊。再来看看这个四是不是全都够下啊？对。有这个四号球感觉有点咬啊，打二号再来调。哎呦，这杆球差的有点多。没想到的失误啊，对，叫的相当好，因为出饼杰可以强行的从下边弹库往上走啊。后面如果说这个黑八啊左下方也够下，就单独叫十五号右下角，然后留一点像屏幕右边的角度就好了，两边底带。那上方这三颗球我看一看它的一个过渡啊，十秒，啊，这个位置的话，打十一叫十，角度容易叫不好啊，定要利用非常强的右塞啊，对，他现在也在瞄了，要避开六号，用比较强的右塞啊，力量上不要太重。角度合适，那这杆球是关键，宁大勿小，这个球就算你叫到屏稍稍靠屏幕往下一点点，横向打十五都可以，如果你叫成了一个白球向左边的角度，就容易撞到这个八号球了。应该是不错啊，刚好是向右边的角度。
输边界这边啊。也是继续向胜利迈进。输边界胜，比分11-7。比赛暂停10分钟。29局15胜的比赛，朱炳杰、张坤鹏，比赛进入到最后阶段。嗯，那之前结束的比赛，朱龙啊输给了石汉卿，其实也蛮可惜的。朱龙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啊，打得确实不错。没办法，单淘阶段啊，就是这个样子。肯定是有一些球迷啊球友喜欢的球员会被淘汰，大家都是希望呢他们自己喜欢和支持的球员可以打更好成绩，没关系啊，因为咱们的比赛依旧一站一站会办下去啊，来参加就好了，只要你足够强有能力，肯定是有机会可以打得更好。而到最后长局制嘛，今天明天这些选手都得打两场比赛，对，精力体力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这杆中带还是打得太厚了啊。看看这杆楚炳杰有没有什么上佳的表现啊？比如说黄一叫到位打进。下边36啊，叫一个相反的右边底带。7号球呢，也同样道理啊。左下如果没有，叫右边中带。然后还有我们边库上的2号球啊，一个道理。要叫到位，看看能不能去打进。先来啊，一个黄一。啊，这杆球可以直接第一个往下走了啊。最好是能避开对方中带的13啊，不要撞，因为这一撞。你可能改变你的角度，就变成往黑八这边来了，直接往下走。7号球，啊，算是调到位了。继续啊，还可以利用低杆往下来啊，叫36。这杆球白球可以从下往上啊，顶一下2号球，看它打点的高低。如果高的话呢，就是弹边库，从右往左带一下；如果立杆尾的话呢，就是顶着2号球下方薄边或者正顶。还是想正顶下方薄边，但是球也没进。对，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因为你打了两个阶段的比赛了，你的精力和注意力啊，专注的程度不可能保持的始终如一。一旦后面有一些难度球，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是，比如说你又兼顾进球，又要兼顾一下 K 这个球的薄边，甚至于说哪一个精确的位置，就难了。而且对手又是冠军级别的球员，没错，人之常情。打进啊，白球不需要往前走太多，
右边中段继续啊，还是第一杆往回来。啊，这个中段也是发力打进啊。第19局，张坤鹏胜，比分8-11。谢谢。第20局，张坤鹏给球。10秒，延时，看一下定颜色。这边回过来看看，张根鹏同样是有办法啊，可以去把对方的二号球帮进啊，让自己的12号也停在袋口。但是白球要找一个好的位置啊，防住对方的进攻，可以把11号而且这看球还出现了一个双下啊。还必须要再继续攻下去。同时啊，也要看一下13。中带。白球有机会左上方啊，轻轻撞一下11号跟黑8的位置啊，但这杆中带要求是相当准才可以。
好球，这一带啊，想起玩游戏，每一个主人公都有特技。嗯，张国芒的特技就是，啊，准度惊人。啊，玩那个 NBA 那游戏，有那什么神射 NBA, 神射手 啊, 啊，还有什么运球突破、插花突破啊的这些不同的特技啊。啊，组织后卫或者神射手得分的，嗯，对对对，有暴扣的吗？有，好像什么灌篮、加力什么呀，啊啊。张国芒特技这样，以后谁要开发台球游戏，可以说不同的球员都有不同的特点。对，百步穿杨对吧？准神，嗯，对啊，这些什么单裤球、什么贴裤球加成啊，准度加成，嗯，对对，翻带对吧？加成是吧？第二十局。张坤跑胜比分9-11。谢谢。第二十一局，楚秉杰开球。这一带是带的稍稍有点薄啊。右上角感觉还是不太够，就是 K 到的这颗啊，13号。10秒。嗯，一打一顶啊，白球把三号就敲起。直就低杆啊，往上去。尽量还是想调一个中带的位置啊，这个位置打底带11还是角度有点偏大。争取叫的稍稍的有一点点正啊，一点向上。哎呀，运气不好啊。对，借到了5。等于说他目标球其实并没有强行的去偷一点点的带口，让自己的白球往回的时候避开。
10秒。延时。我们现在是不太确认这个球够不够。如果够打左边中带啊，下一些中低杆很强的右塞啊，可以直接上去，然后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去校位啊。看样子是不太够啊，他在量一个翻带的位置。啊，这个翻中也是不太好找啊，刚好是跟这个圆弧的位置有点接近。好球，再走看白球，哟，还得翻，这球翻的真漂亮啊。嗯，其实理论上就那一个，就差不多是那一个位置了啊，就刚好是在这个圆弧角的附近啊，靠下一点点就变成大角度了。翻进之后，但是这白球啊又坐住了。十秒，五、四、三、二，这个解球加翻带啊，确实是表现出来一些能力啊。虽然说现在出品节保单啊，但是张国鹏也很难一杆打完。而且这个出品节这个八号球是停在了右边下方带口附近啊，这个就很难受了。有跳，不是太安全啊。对，这个球是绝对支持可以跳下的啊。而且这杆球啊，如果能跳进，就是小心白球不要力量太重飞出去。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挂了一个左塞低杆，左上角底带不要掉带啊。非常薄。首先张昆鹏肯定是要先去打进一颗才可以。我们现在看到比赛时间啊，18分钟。再走，可以打五，可以打七。
打七号球基本上就是要拼了啊，强行进攻。那这杆黄一，你又想进又想去防对方的黑八，是不太好控制白球了，必须要往上低杆拉。那么你等于说要舍弃你右边中带了，所以放手一搏就是直接叫位，不管对手黑八。哎，往前太少了，这个球没太敢发力，强行的下低杆，下一点左塞，啊，从右边中带下方，或者右边中带上方，啊，关键看这杆球你打的厚薄了，还有力量。哎呀，第二十一局出兵决胜，评分12-9。第二十二局。张坤鹏的球，上一盘张坤鹏也比较可惜啊，对，已经打到那个份上了，推进基本上八个球带口没有问题了，可能就是比赛的压力吧，没错。清理一下白球，12号可以去先尝试叫10啊，这边打10的话，低杆一顶啊，4号可以叫一个左边中带的14。流畅啊。
10-12。张鹏鹏胜，比分10-10，开球先分。第23局，出秉杰开球。10秒。又是张鲲鹏啊，先上手顶颜色，再走右边中带有五号球啊，白球可以向下，但是这个位置一定要，我觉得还是前面先看一看这个一三吧。整盘球里边啊，最难交位的两颗球。横向角度，稍稍给点力量，从右边的边库弹过来，中带利用中低杆往屏幕左下方蹬啊，可以叫黄一右边的底带，这样的话黄一能较直往前推，三号的难题也解决了。稍稍有一点点过头，但是还能打。中低杆横抬或者是正常高杆推啊，还是利用低杆，这种球打低杆能打上力，对，适合他的风格，推就怕万一静电，对吧，万一这手一哆嗦 啊。第23局，张鹏鹏胜，比分11-12。第24局，张鲲鹏开球。
孙江已经追到了一分的分差。不过前面的那一盘右上方的那个底带轻推能打进，现在是反过来的分数啊。说这个假设之前啊，现在我们这科技水平啊，只能是往一个时间轴去走。对，如果以后科技发达了，这盘我输了没关系，用时光机器我再回去，再回重新打是吧？漂亮，那就没法玩了。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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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意思啊。或者是把它用在一些这个训练和教学的高科技里边，比如说。这次比赛啊 ，A 选手跟 B 选手，最后打完之后，然后某一位获胜或者落败，但是想去找这个每一盘里面的失误的一些环节复盘，那么把这种技术用上就好了。你到再打的时候，是不是换另外一种线路跟杆法，你就可以打得特别好，是对吧？七号球第一杆啊，往回稍稍退多一点点啊。红三左下角底带，有点轻，再往前面多走一点点，我感觉这个黑八啊，现在右边中带也有，但是现在应该可以叫同带啊，底杆往回走，对，同带。第二四局，张鹏胜比分12-12，开球成功。25局，出秉杰开球。关键时刻，在这边出秉杰的开球也是没有球进带，并且他前面一直有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就是对两次开球失机了，对，不能再有，而且这个时候如果送分就很关键了。今天上午的比赛，万图乐啊三次失机判负一分了，对。啊，这边于海涛15-9淘汰了邱胖谋，板同乐15-12淘汰了孟凡宇，对，石汉卿15-7淘汰了朱龙，啊，大家关心其他场次比分，其他场次比分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企鹅体育的平台里面呢，其他主播的直播间，啊，您也可以关注赛事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对，台球圈有料，查询呢赛事的相关信息。看这杆啊，有机会高杆轻轻顶九号白球下来，一震，有效果，有效果啊！而且能看得到红三右边、黄一左边地带都是可以去打，比如这杆球推起来，先叫一个黄一啊。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5分钟，五分钟啊，这一分太关键了，关键，而且下一盘是张坤鹏冲球，对。咱们用常规的思路来想，这一盘如果张坤鹏能够控制好节奏的话，啊，下一盘自己用冲球调整一下，找到球权，可能比赛的这天平啊，就更多的倾向于张坤鹏了。没错，但是这是一个常规的思维啊。是的，看看选手们在场上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没错，啊，这个三号球角度稍稍有点大啊，张坤鹏也是量了一下从左向右的一个位置。可以稍稍带一些啊，中低杆右塞啊，这杆球需要的是啊，中低杆打完之后呢，不用很低，右塞再稍微多一点，
叫成一个打黄一，向下角度都没关系啊，用黄一再去叫六号。就是说，这球如果说实在站不住啊，我个人感觉，你往上走，用别的球调都可以。对，用六的下来都可以。是，这个球呢，还是尽量啊，叫黄一右边底带。延时，尽量去做啊。对，你叫成从上往下都没事啊，因为这样的话，你往上会 K 对方的十四号，往下没关系，你可以从下面再调。稍稍有一点多啊，还能再调整。我觉得这个球啊，就拼一杆，比如说你下第一杆右塞再走两库，上去叫六。因为这个球你要收着力打，是基本上不好叫到六了，叫成了一个六向上的角度是不好叫到的，必须要也给力，然后呢，走两库。这样可以把你这个角度线路包括力量控制得更好一些。五四三有这杆球还是时间上啊不是特别够，打起来有些着急。这边出病急啊，帮进白球打完之后，第一杆回来用十五号球做防守啊。两分钟，很有可能平了。关键看解球。如果这杆解不好，要看出品节上方的这个顶库上的中间那颗啊边库球，然后左边还有十三，这两个也很难。所以说这一跳完的同时，会不会把对方的边库球解出来？啊，又打过去一颗，哎呦！基本上看这个意思要点球了，很有可能啊。嗯，因为上手现在楚炳杰肯定是不太会强攻，除非是有很好的十三号左上方的准度，然后叫到，双方接入，直接就啊，直接点球了，直接点球了啊。嗯，确实。张国能剩两颗，嗯，你自己呢肯定也会觉得我上手我也打不光。对，而且我肯定还会再做再防。哎，防来你跳一杆，我又打，可能还会再做你一杆啊。两个人有些交流，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啊，也很好。嗯，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没错啊，小伙伴还是小伙伴，但是比赛里肯定是要非常认真专注的去打啊。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女子九球比赛，应该是贺岁杯吧？嗯，啊，把这个。尝试把麦克风啊带到这球员的这个别的衣服上，能听到他们说话，能听他们说话聊天啊，很有意思。以后能够你比赛话题性嘛，是吧？观众朋友们也想听听他们到底聊的什么，说的什么。请双选手争夺点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楚炳杰还是很有风度啊，嗯，世界级球员就是主动握手啊。没错啊，双方打到这个份上了。楚炳杰获得点球选择权，握下手是很正常的，而且正常来说，双方打平握手啊，也是个礼仪。
点球第一轮，点球啊，常规轮是五轮，谁发的多，谁就赢。你上来打得有点薄啊，来看张坤鹏啊，这个百步穿杨。能不能穿上？对，可不可以在关键时刻啊，体现的更好一些啊？果然啊。嚯、哦！这样的观众吓我一跳啊！进球有效。张坤鹏的这个粉丝团队还是很给力的啊！是，关键时刻给自己的这个支持的球手啊打气，这个也很重要。有时候你打了一天比赛，感觉你在边上啊或者在场里的时候，不管你打得再好看，没有任何掌声，对，没有这个感觉是就很那个的啊，没有知音呢，啊。我觉得如果好一点啊，比如说不管是谁，楚炳杰罚进，一样要给楚炳杰掌声。没错，好球来了。对，没错啊。进球有效，比分1-1。第二轮啊，后了，现在两轮过后，双方打平。对，点球第三轮。啊，又罚进，三进二啊，2-1。对，朱炳杰先罚嘛。对，三进二。顶住压力了啊！漂亮啊！进球有效，比分2-2。感觉还是张坤鹏的球迷多，是吧？声音能听出来啊，3-3。确实，孟浩然的诗怎么说呢？怎么说？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啊啊，解释一下，这就是很正常，就是刚要拿琴来弹演奏。嗯，一看周围没人，再来了，好球，4-3啊，相互刺激着啊，进球有效，比分3-2。这领跑者如果能够给这个追他的人啊施压，这个真是压力很大，我跟你说。好了，哎，看白球，薄了。那么到最后一轮了，楚炳杰这个杆球打进，打进，那么就比赛结束了。对，打进就是5-4。点球第五轮。
包了。哎，白球应该不会进啊。张坤鹏还能追一次，能不能为自己啊追平，续上这七星灯？那这就是肯定一脚天堂一脚地狱的。没错，就这一杆球，能追上啊，进入到附加轮。来了，哇，这颗球打的进球有效，比分三比三，能力还是强啊。两个人都乐了啊。好，我不进你也不进，我进你就追我一杆。但是看着让球迷看着，他们双方球迷看着多揪心呢，揪心，球员更揪心，我告诉你。附加轮是以单轮次为单位啊，对，决定谁赢的。是的，如果这杆张文鹏进了，就完事，那比赛就结束了。不进，那么接着继续 啊。每一轮次啊，作为胜负的啊，就看谁失误。啊，真准啊！这百步穿杨，那就真的是啊，百步穿杨。那么恭喜张坤鹏进入到比赛的八强。好，朋友们，那么今天所有 TV 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张指导一天精彩的点评，也感谢阿苏的陪伴啊，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见。明天见，各位。